这样子啊、所以等一下呢，每个人他这个皮，如果你把你如果有刀哈、像有些他把皮削掉，然后一颗一颗的卖，皮削掉它就是铁的。你连皮咬吃，我们是直接拿来咬，它就有皮酸一点，不是酸一点甜一点啊，特别有味道。所以连皮咬连皮吃，但是它里面有个核啊，它的籽啊，啊它的肉，皮可以吃呀，直接拿来咬吃啊，你们尝尝看好吗？好，好，来。他说有没有农药啊？啊？等的第一个姐姐，等来姐。对了，味道不一样哈，而且台湾的不一样，你们没吃过嘛，对吧？你们那家出玩出来玩，出来玩就是要吃一些没有吃过的，对不对？不会讲，不会讲，所以说哈，各位亲爱的，我发现我们这团的人特别的可爱，心态特别的好。所以买什么给你们吃都是心甘情愿、真的等到你们那么爱吃，我上有一团买了两袋，也是他们也不爱吃，结果我一个人吃，然后一下车就跟司机两个坐在那里烤然后因为这个先试试看这个水深不深，水深的话呢，我们看到再买一两袋给你们吃，好不好？其实我们的领队蛮好的，从来没有那些领队积极的要买东西给客人吃。他问我，我说去清莱，你再去买清莱的小菠萝，特别好吃哦。小菠萝，小凤梨啊，这么大，我们叫皇后菠萝，是清莱的特产。刚才那里也有，但是他的没有在青莱买的好吃了，因为可能他又丢了好几天了才销啊。青莱是专门产这个小菠萝的，去到那个我们去到青莱南庙的地方就有卖啊，到时候再给你们讲啊，好吧？然后有没有纸？没有，我没有纸，你谁有的也跟人家要一点，你吃东西一点都不女性。人很女性。